确定去的话，明天中午前给我回复。我去。怎么说话呢你？我的意思是，高峰论坛上有好多牛人，我特别想去，不用等明天，我现在就可以给您答复。行，三天后见，好好准备一下。今天真是太惊险了，不过还是想要跟你说一声谢谢。嗯，嗯。韩总，你知不知道你光回一个嗯显得不太礼貌，略显冷淡。我现在就可以给你答复。嗯，我现在就可以给你答复。嗯，我现在就可以给你答复。嗯，大黄今天乖吗？99%的时间都很乖，剩下1%的不乖，我选择原谅他。给我发几张他的照片。大黄，哎呀，大黄，韩总想要看你，过来给妈妈拍几张照片。胖了，所有动物胖了都会更可爱。你也可以再胖点。怎么在这儿？我刚刚有事儿耽搁了，我就刚吃饭。出去玩了？没有出去玩。我刚刚在屋里做功课呢，你别以为我是蹭票来度假的。做的什么功课？商业机密。嗯，商业机密。韩总。彭总，好久不见。哎呀，看来这家餐厅的确很有名啊，连韩总都能够赏光。您的企鹅科技医疗数据很好，我还专程想找您指教指教。巧了，我也在关注你们东医的智慧云医生，就想着借这次论坛的机会啊，跟你好好合作一下。介绍一下，这位是季星，星辰科技的老板，公司刚起步，专门做 3D 医疗打印，您应该会感兴趣。听说了，就是韩总您投资的那家公司吧？只是没想到季总这么年轻啊。彭总您好，我以前做 AI 医疗机器人的，对数据库接触比较多。我之前看过您发表的那篇 AI 大数据库对精准医学的应用发展价值，对我启发特别大，我这次来也是特地学习的，期待您的演讲。过奖了季总。等这一次论坛结束，我专门请彭总去星辰指导工作。指导可不敢当。彭总，那个，这是我的名片，很荣幸认识您。也很高兴认识您。谢谢。韩总季总，咱们就论坛上见啊，我那边还有朋友。慢走，就不打扰了，再见。您忙。哎呀，原来学的是这些啊。了解嘉宾的背景，去论坛的时候才能更快地抓住重点吧。嗯，看来星辰的公关部不用招人了。哼，我就当你是夸我。先生，您的水。谢谢。稍等一下，麻烦帮我催一下意面。哦，好的，请稍等。